咱不是三处申报这一站成功了吗？这才两处啊。这是不是还有一个嘉宾呢？对，还有一块更难的，这个请咱们一个飞行嘉宾一会儿带来。哦，那会大，你看。老师们好。哎呦嚯！哇，这么大！哎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好，秦教授好。哦，他是给镶嵌上去的。万一我太聪明，拼得很快怎么办？这个拼图有点简单哦，就找上面的字就行了。洗水。刚说完的简单呢，就已经找不到了。啊，您好，您好，哎，哦，都拼好了，你看呀，对，我拼好了，好了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他这块大，比我们好拼啊，而且分辨率也比我高啊，你看看这个，拼不好还找那么多理由。那你给我准备是海龙屯，因为海龙屯它就是贵州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。是是是，对，我在贵州长大。哦，哦，这张图看得清楚，你看，这一片这种叫丝的呀，对，好多叫卫的呀，啊，都是类似机构，都是类似，都跟驻兵有关系。那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老丝城呢？老丝城呢，在这个整个这三处地点里面，它是最全面的。因为它是一个地方政权，在它作为包括教育各方面的一个中心，是最具代表性的，所以我们呢布鞋男团选择呢到老丝城来。欢迎大家来到老丝城。通过善远的介绍，想必大家对唐雅土司、海龙屯、老丝城有了初步了解。在大家手中的三幅拼图中，有关于老丝城的拼图还没有完成，而缺失的拼图碎片则散落在这座古代土司王城中，等待大家去寻找并最终完成拼图。那我们要不就边走边说边看。 好， 好，万里走单骑，布鞋男团准备出发。这个元代到明代土司政权呢都是发展最好最快的时候，嗯，所以制度也很完善的话，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时候的山大王嘛，就类似于这种，他要比他要大，要都说三品官了，都就是那种半认证半不认证的那种地方政权，就完全认证。我觉得他就是像现在特别行政区。哎，有船，我们要上船好像。太好了，您唱的什么歌啊？我们这就是土家族的山歌啊。土家族的山歌。我就是唱的我们这个临七河的轰姐啊。啊，轰姐。对。你有小名吗？有，我爸妈叫我星星。星星。那以后叫你星星了。啊，谢谢善月。我们都有小名儿。善月呢？善月叫什么？我叫老善。真的吗？对，你只能叫我老善。这么严格？对。这还要走多久才能走到啊？还有15公里。那算了，不走了吧。往回去差不多。那我们边走边喊一下劳动号子。啊，我走不下去了。那个星星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提提神。哟。大山的子孙呀，爱太阳嘞，哟，这里的山路18弯，这里的水路9连环，这里的山高排队排，这里的山歌传对传。太尬了，救命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可是这次土司申遗是立了大功的哦。我简单介绍一下啊，我是
那是1987年。嚯！1987年，我是受命在这里对这个土石墓葬的保护状况进行调查。现在还在考吗？现在还在。等于说您在这花了一辈子。可以这么说吧，一直到退休嘛。哇！那我们去看看。走吧。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白手舞，他们这个每年，你好融入他们啊！天哪！好，我知道你是这样。我一开始以为冲我来的，走吧，没有，我自觉去，我已经要自觉去了。对，拉开来，拉。这怎么跳这个？不知道啊，这个怎么跳？这是挖土。对，挖土。哦。哎呦天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啊！来，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毛骨石舞。毛骨石舞它就是演绎那种当年的那种刀耕火种的那种场面。就一下就打通了他们几千年这种人的这种活力的这种脉搏，我觉得是对我印象挺深的。介绍一下我姓彭，彭劲松。今天这些跳这个白手舞的这些呢，都是当年的。这里的这个白手堂，它是几百年了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送我们的仰望客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到那个永享牌坊去。好，走吧。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城区了。我们现在啊，已经到了这个牌坊了。万历12年，子孙永享。他这个牌坊呢，他就是为那个表彰抗倭英雄彭义兰。湖广土司兵马和广西土司的郎兵参加抗倭，倭寇一来，是吧？对对，这边人这个兵那个勇猛不要命啊，能打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看这个牌坊啊，这里的布局啊，宗祠给找到了。最早的宗祠在这里。你看，我们这一过去的，这就是在一个轴线上吗？啊，就在这个轴线。另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国家的那个国宝，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宝，就西周铜座，是彭氏战败了，它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地方啊交流的这个价值观上是一个见证，是这样。彭类是极少的，是，而且呢，它还和这个牌坊和教育区和宗祠相对，一到这里就可以看到的啊。它这个选址的非常的科学，和那个唐崖比起来啊，它的规制是要完整的多。它除了那个它的这个布局在外围而外啊，更重要的还是在它的这个城区范围内，核心区就是25万平方米，所以它也是，在规划的时候，它还这个建制还是很明确的，所以说它特别就是适合于这个都城的这个规划和建制。这就是水利系统吗？这个就是的，给水的吗？对，这下面一个涵，这可以说它就是一个下水道的那个一个口。那咱们进去看看去吧。好。哎呦，磕脑袋上下，真没必要，拉都拉不住。当地老百姓也说不清，就是说那当时是土司王的所地下通道，从外可以进来，是真的是可以进来。那像地道战一样，你瞧这多细啊！看到的这一段墙呢，是老师曾可以说，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么一段，现在它的残高都还有6米多，用的是石灰，拌了糯米，还拌了棉花。还有棉花呀？就棉花，对，就这么调酱这么。在外面这一个台地，它的身份最高就是什么呢？建筑体量非常大。还有你看我们看那里，而且说那个时候他们是冬暖夏凉啊，住在这里。我是感觉挺没想到的，因为一开始说来这个土司的这个遗址，我会感觉它历史很悠久。有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想象力的。
你要去自己去想象一下他以前会是什么样子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建造。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可惜，就是对这里文化或者对这个地方好奇的人都还太少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让大家更多的去知道这里和好奇这个地方。我是觉得还是挺震撼的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，我是学建筑学的，一直搞城市规划。的确，老师城的为什么的生意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个方面。我现在呢，就把我手中的这个碎片交给我转，交给你，交给你，希望你，对吧？啊，带着它啊，带着这个碎片去唤醒更多老师城的片段，让更多人知道老师城的过去。接下来就请老师们自行分为记忆组和记忆组两组。什么记忆组和记忆组？彭劲松老师会带大家去双凤村寻找记忆，另一组的老师们可以在这里的思成村寻找记忆。希望大家在这两条寻找的路上集齐所有碎片，唤醒800年前的老思成。好嘞，咱们上哪儿去啊？那是有个小学吗？它有个旗的那个地方。哦，是，咱们上小学看看。好啊。您好，您好，老师。马上就要换学了，4:30。我们这个组呢是寻找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深刻的这个记忆的人。我的老师就是思成的活字典，什么都知道。您的老师？对，活字典。住在什么地方？我带着你去。啊，谢谢您。您好，欢迎欢迎。您好，您好。欢迎欢迎。10月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给我们10月专家塔拉夏玛尼斯汇报的这个地方啊，它作为这个文化遗产呢，写了5本书啊，生意前后写了10多篇文章，都是为我们老师城和整个永顺的这个民族啊，湘西的民族着想的。那爷爷，您是怎么知道这些历史的呢？这些历史啊，自己找。直接找就在我们老师城周围，包括中央民族大学、这个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这些去找。您那个就是也做了好多贡献吧？他就是支持我嘛。我工资都不要他高，他接触了呢，我只怕跟他为患。就差为他给他出来，你们好笑。这个很奢华，开饭。好，开饭，开饭，好吃。我家鸭蛋，我家腊肉。申报世界遗产，还真是改变了面貌了。对五个小孩，从老师上来讲啊，那大师到外头打工了。生意成功的，在外面打工的都回来了。生意成功之后，很多就不在外面打工了，就留在这儿。人的生活啊，交通。为了精神面貌，精神面貌最重要，对自己家乡啊。大家好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吃了。我到对面遗址那边给游客讲解。去讲解。您大儿子？老大。我前面有两个姐姐，下面有两个弟弟。您平时就是专职讲解吗？平时讲解，还有做安保。做安保就是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嘛，是啊，到那里看守，就是一般晚上是不能够回家的。我一般晚上是不回来的，24小时。品到仙境了，令他鼓励他呀，你看他这个志愿者，志愿者工作证。我的母亲说实在话吃了很多的苦，我的父亲他每个月的工资全部都花在了血族的身上，家里就是靠我的母亲自己到河里面挖那个药材啊，倒是到城里面买，到我们县城里面做小工啊，就是拆那个房屋啊，他这个头啊撞破了啊，流了很多血，就靠做小工啊给我成家。我的爹他就写书，但是要出版不容易啊。听说我爸爸他身体不好，写了那么多书，纸壳外面就背他的名字，他边写就边哭。我确确实实遇到很多灾难，也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是总这个困难他阻拦不到我，我浑身把它搞好。
从他的眼神和他的语气里面就感受到他的热爱。最让我感动还是奶奶，对，我觉得真的就是是因为有奶奶在后面那么努力的那个支撑，像爷爷才可以更有信心啊，和更有力量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吧。那我们就准备告辞了，今天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啊啊，谢谢您啊。今天你看这是这个碎片上学单曲，我们老师请能够走出一片新天地。好，谢谢，一定一定能做到，一定能做到啊！谢谢。那我这里也有三个碎片，这给我的吗？但是今天我不能给你们。我想请你们把外面的那个新事物传给我的孩子们。带一个体育课吧。什么都可以。啊，可以吗？嗯，好吧，好吧。少爷，我听出了不情愿。好啊。那我们去明天见。昨天休息好吧，我休息好，但是我担心这个他们休息好，就是杰哥啊，他们没休息好，那他们昨天住在山里了，住在双凤村了。你在村里面你不能睡懒觉啊。哇，那是很有意义的一天。哦，那明天把你也放那儿吧。啊，善月。上面还有一个朋友，就是李州长，今天也请他来。哦，在上面等我们呀。对。哦，中国土家第一村，三院长啊，哎呀，欢迎啊，来到中国土家第一村，谢谢啊，您好，您好，欢迎。三个伙伴，我们的这个杰哥，他们住在这儿了。哎呀，那行，那咱们今天可以去看看啊，对对对。你瞧这些建筑。还保留着传统的材料、传统的工艺、传统的技术。这个白手堂，白手堂呢是跳白手舞的一个场地。来，院长请。啊，请请请来。啊。来不来？来来来，来来来。这好棉花，好棉花。水平挺高啊！你哪看出水平高来了？那个尤其我觉得小这是毛古斯的国传人。你们小学你们就要拜老师的，是吗？不上点见面礼，就是我们把我们你们毛古斯拜了师傅，现在大家是不是学学毛古斯？互相注意安全啊！这棍儿不能乱动啊！我们得有一人扮演野猪吗？得有一个。哎，咱们不有那个猪八戒吗？谁想扮野猪？你们俩谁来野猪？你们我当野猪吧。啊，行了，小马当野猪吧。啊，咱谢谢醉了。来来来来，啊，这可以行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哦。还有打猎的，就是擦脚趾啊，擦脚印儿。腰杆要拱起来哈，用土话说就是踩了碎碎啊，就是踩了碎碎啊。野猪来，野猪来，野猪来了。好，是他教你。好，然后打死了。河马哟，怎么打过家伙？好大哦，河马哟，河马。好，来，你们拿道具，那是肩上配的。这我穿这比野猪还糟糕呢。好，就位了啊，开始正式演出了啊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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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这个业主快死了，大哥，好多了，往死里打，真踹的你！带回去了，好了好了好了。
你为什么把脸都打上了？我看不见。师傅，你觉得我们跳的怎么样？老师来了，我给你送一件礼物。我们的拼图是吧？哦，拼图。谢谢。其实还有缺了几块，我知道是在那个小学。哦。但是小学校老师说，就是咱们得去他学校给小同学们上课，他再给咱们那几块。好。那么我们准备去小学。好。谢谢您。是我第一回来乡村的小学。小朋友们好啊！演练一下啊。嚯，他们有这么高级的篮球场啊，这挺棒的。小朋友们好，同学们好，给你们带礼物来了，带礼物来了。太重了，我给你放，太重了，你说放哪？好，上课上课，走，体育课。要不我教你们跳白手舞吧。你们会，你们跳给我看，围成一圈，围成一圈，来，请，来，哦，哎呦，哇，他们真会跳，哇，比我跳的还好。上课了，该上音乐课了。好的，听课。来，音乐课。音乐是由七个声音组成的，你们知不知道在音乐里面怎么读它们？我读一个，你们读一遍啊！哆哆来咪发嗦拉西。那我们来玩个游戏，我们唱不一样的音，但是我们会很和谐。来，安琪唱一个哆哆，好哆。好好上课啊，上不下去了。所有的歌都是用他们组成的，你们这边的歌会唱吗？会。小鸭子，来，慢慢来啊，来唱这个，预备走。没掉啊，这个歌。然后呢？哦，声音好棒啊！你声音好大。好要南极。你最喜欢唱《笑起来真好看》，对不对？班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会唱这歌？我们一起唱这歌。我真的不会。来，上来唱一个，上来唱一个，不害怕，不害怕，来。我真的不会。你会，我会，我叫不动。他会，你会，他会，你会不会？他会，救我！啊！太难。来，会上跟我一起唱。哦，下课了。同学们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老师辛苦。老师再见。各位老师辛苦了。向老师好。向老师您终于来了。孩子们今天开不开心呀？这些老师你们最喜欢哪一位老师呀？这孩子会说话了。大家一起帮忙把图拼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小朋友，你们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好。翻回到遗址上是吧？古代的遗址。来了。对，老四城，这次又来到老四城小学给同学们讲课，感触很深。一个这样的传统民族地区重视学生的教育，同时呢能够呢把他们的传统的文化延续下来，这就是我们世界遗产的传承的精神。
土家族的各位尊贵的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老司城小学的班会。我想跟同学们说，我们所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既神秘又神圣的土地。你知道吗？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宝贵的财富啊，这里面。今天在这地方，不但我们的青山绿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，祖先创造的这些遗址也得到了保护，而且我们保护的不但这些物质的文化遗产，我们还保护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们啊比金银财宝还要宝贵，所以我们这个地区呢，就是越来越成为我们一个金名片，就会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我们这里，来体会我们土家族千百年来我们创造的这个独特的文化，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财富。所以你们好好学习，咱们以后也像向老师一样，像向爷爷一样，像我们身后的这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一样，来努力的来建设我们的家乡，使我们的家乡更美好。有信心吗？好，万里走单行，世界一看我爱你。好，下个地儿。啊，湘西就是这儿。对他们谈这个申报世界遗产之后的感受，去看一个更广的世界。